有缘人就在附近。哎，最近啊，诸事不顺，早上起床喝个水就可以呛到。算命先掐指一算，点出工厂老板要找土地，却是一路碰壁的窘境。新北市经发局企划小短剧，要投资设厂的业者们，从现在起不用烦恼迁厂找不到土地，也不用担心银行不理你。市府号召私有地主八大银行业者组成新北市工厂安迁辅导服务团队，邀请更多企业来新北市投资设厂。市府介入之后，我们很快时间，可能半年时间就帮他整合一个方向出来，然后他可以很顺利的去加速后面的这相关的这个寻找土地啦，或者这个相关的建厂的过程中，所以整个时程可以非常积极的让他有更具体的方向啊。市府成立辅导团队，一条龙服务，快速协助及整合资源，提供企业找地找钱，和私有产业园区地主签约，以预售或是出租的方式，满足公司行号不同的找厂房需求，还有银行提供优惠的贷款方案。事实上，我们是要开发那个可以新建成厂房租给厂商，或者是卖工业地。那原则上，我们是量身定做，可以盖九米高的钢构厂房。那租金方面的话，我们是由新北市政府介绍过来的厂商，我们会给予那个9折的优惠。然后详细的话，我们会有做一份那个案件的详细的简报，然后到时候进一步有需要的厂商再可以跟我们公司索取。欢迎业者进驻新北市，多项措施创下全国先例。同时，市府跨局势合作，包括了地震局、城乡局、劳工局等等，为工厂安迁带来更多的协力方案，创造多赢局面。记者林立、吴志恒，板桥报道。